我头。主要我们这边的队友排到的不对劲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把还行吧，这把还行，这把没有排，没有排到我巧克力哥就行了。800、600，你得要玩习惯啊，你不玩习惯不行。加油加油！怎么搞的？快把西斯抢回来！兄弟，光面子！不要了！打一，来快！这次去 A， 迷雾重重，无处可逃了。还有。手雷警报！哎呦，我操你妹的，我的了，瘫了 ！A 控狙 ，A 控狙。漂亮，走了。小弟下不来，看看。妈的，贪枪了，黑控了，我二去。准备好护目镜，闪光弹来了。黑控呢？稳住，稳住。黑控。黑控右手，漂亮。小弟这边，加油，加油。就让我再次终结你们吧。怎么搞的？快把西斯抢回来！怎么搞的？快把西斯抢回来！这把不能打 A 了，这把他们 A 人多，打不了。这把 A 干的。手雷警报，要小心。我死了，别跟我死了。我别。Smoking grenade， 这次去 B。手雷来袭。我打七十 ，A 控打七十。炸弹掉了。黑控里。黑雾狙，一个狙，黑控一个。打30。我他妈打28，我操了，这把把飙到我，卷底。继续。这人物一是那个雨伞。新的对局，看到没？压了，打一把，这把可以打。我白了。拿枪。掉了。还一个狙，还一个狙，换弹头，狙。我操，打40，我炸了40。炸弹掉了。这么远的距离，手枪给我一发了。哼。大体要过来，那个长枪。前两三枪一个，后仰一个狙。没血，一控举半血。妈的，这么远给我手枪一发了，啊，没看懂真的。点底一个。妈的，还在这里看。卷底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对空站不了，他妈的铁皮箱有狙800架。不是你第一时间别上去啊，长枪长装99一个，你第一时间上去肯定挨狙啊，咱第二时间反清啊。到哪了？还有一个逼空，还有一个99掉了。哎你妈打头93，逼空底，逼空下面。咋了？哎，好难。换一下。漂亮！哎，没压了一个。哎，没哪了？跑了，回去。打慢点，不用骑。完了，这把又要裂了。你们800、600没有看习惯，看习惯了就不会了，知道吧？你们得要看习惯。